开始我们两个的行程了，对不对？然后我刚去全家买饮料，结果呢，我知道现在没有提供吸管，但是现在连小朋友的吸管都没有提供。等一下，来，就是喝养乐多不给小朋友吸管的话，小朋友没办法喝，所以我刚刚又买了一罐波蜜果菜汁，然后呢，重点是拿他的吸管这样子，好不好？然后。那我们的行程开始了，你慢慢喝啊、哦，我们看我们可以晃去哪里。OK，好啦，走了。其实我说真的，我还真的不知道去哪里，所以现在就到处晃晃这样子，然后带小尤娜放放风。我们来看我们要吃什么好了。我家尤娜已经。我觉得他睡着了。挑战一开始之后，女儿就睡了，太棒了。那这样子，哎，他的多多拿不起来，好吧。好了，挑战一开始 ，Yuna 就睡着了，所以就结束了，对不对？那大家就我自己挑我自己的时间了，他也太快睡着了吧。好，先晃晃啊，大家再来看。说就是带女儿晃晃，结果她睡着了。然后呢，多多机器都摔下去了。好，多多一直不放这样子，这样可以，不会再摔了。好，然后接下来不就不是一打一了。现在就是自由时光，现在其实蛮热的，然后一太一睡着，我就放空去买了一罐啤酒来喝。还好在巅峰下的是毛毛细雨，所以不影响我们的逛街。所以我这个行程等一下呢，就是本来是想说带 Yuna 就是走走晃晃，看看就是他会多失控。因为呢，我其实很少就是我自己带着他的话，很少说一个人在外面这么长的时间。通常会在家里其实就还好，他自己会玩玩具啊，然后看看影片啊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我突然希望说他可以睡觉睡到等到妈妈。要不要把衣服脱掉比较舒服。那我就要小心，不能把这个鞋子弄丢，我就尴尬。我一定会被骂死。然后刚刚的波蜜果菜，现在要发个求救信号去找朋友。哇，我自己在这真的是不知道干嘛。因为本来想带 Yuna 去吃东西，但是这样子的话就没办法吃东西，就等他起来再吃好了。那我自己就是自己这样子反而更尴尬，就不知道干什么，因为毕竟女儿都睡了这样。
因为他今天也蛮就是起床之后也没什么就是睡，所以他现在就后来就睡着了。所以各位爸爸要体谅妈妈的辛苦，真的带小孩真的很辛苦。所以很多妇女们就是妈妈们就是讲说她宁愿出去上班也不要在家带小孩，为什么？因为其实带小孩真的是很累。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可以拯救我，就是就度过这一段。那我等一下先啊，等一下先来剪个，趁 Yuna 睡觉的时候找个没有下雨的地方来剪个片子好了，因为我刚好带电脑，然后把片子弄成这样，然后准备吃饭，吃饭，好啦，起来再吃啊、哦、啊。每次买多多，它都很浪费。那不给他买也不行，他很爱喝。对，又落入，不要说他爱喝，我也爱喝，那怎么办呢？对不对？还好新一区人多，东西多，不怕找不到吃的。哎。我在这个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便利商店了，我决定再去便利商店补个货。那 Yuna 这个要先找地方丢掉了，我觉得他这个他应该也不会再喝了，他把我吸管咬出来。我真的觉得减塑是好事，但是真的有时候对于我们那种小朋友，他喝个多多的话，他才两岁，他真的没有吸管的话，他会喝到全身到处都是。我觉得还是要看状况，给点吸管嘛，是不是？不然的话，我刚刚是还好啦，就是聪明，急中生智，对，急中生智，然后就弄了一个这个，买了现场买了有附吸管的饮料这样子。好，我就先晃晃，然后等大家找到吃的东西的时候呢，再来跟大家。跟大家分享有什么好吃的这样子。我走错路了，我要走这边。不浪费。好，首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好吧？接下来我会拍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大家敬请期待了。应该接下来就是在吃东西了吧？对不对？